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4面，544面倒数第五行，从当心佛经与身，从这里看起啊。当信佛经与身，此中信字指世间法，位于诸法之实体，三宝之净德，于世出世之善根，身为信要，实心沉静啊，是为信。这个第一句啊，应当要相信佛经与身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经字字句句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，我们凡夫的心恰恰好跟自性相违背啊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佛心是真心，凡夫的心是妄心啊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，佛跟凡夫谁是佛谁是凡夫，全都说的是自己。你用真心呢，你就是佛，你用妄心啊，你就是凡夫啊，佛是你，凡夫也是你。这个事实真相呢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佛跟凡夫没有界限，只有迷雾不同而已。啊，你说真的深吗？我们想想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。他开悟之后，所谓开悟就是他用真心了，不再用妄心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没有一部不懂啊。他不认识字，不会看经啊，你把经念给他听，他都知道啊，都明了啊，啊，跟你讲的很透彻、很圆满，把你也讲觉悟了，啊，这就说他不深呐，啊，深在我们呢，迷失了自信，看自信的东西很深。释迦牟尼佛在开悟的头一天，他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说出来了。这没想到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他开悟的时候说的。啊，释迦佛开悟30岁，啊，那么可见的这个事情，人人有份。啊，什么是佛教？佛教就是研究自己，
把自己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个教学就叫做佛教。大乘法里都讲得很清楚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是自己，识也是自己。心是自己的真心，识是自己的妄心。离开自己，没有佛法。佛法真的是讲自己，把自己讲透了，把自己讲绝了。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就称这个人叫成佛了。没搞清楚、没搞明白，称你为菩萨。佛经语声这一句，我们要理解它的真实意义。所以你用真心，它就不深；你用妄心，它很深。那你们听不懂那么现在的佛教摔到低谷了，能不能复兴呢？很难，太难太难了。为什么？找不到用真心的人。用真心学佛就不难。现在几个人用真心，几个人懂得真心，真心是什么？佛经上有一句话，把这个真心描绘出来了，叫真心立念，没有妄念，这就真心。我们能去找一个没有妄念的人吗？就找不到啊！从早到晚，这个妄念一个接一个，睡觉也不停。你这个事情多麻烦！大乘教里讲得好啊。妄念有根本，有枝末。根本的起心动念，大乘经里面称它为无始无明。从无始无明言变加重了，就是尘沙烦恼。尘沙是形容多，太多太多了，数不清呐。华严经上说的分别，分别心呐，妄心不是真心。再演变到最严重的，见思烦恼。华严经称它做执着。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大乘教一般讲无始无明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。名称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佛告诉我们，你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，也就是说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都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为什么执着放下了？就是见思烦恼断了。三大类的烦恼，这一类断了，这一类断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怎么来的？
见思烦恼变出来，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的现象，啊，这个幻象啊，啊，它就存在。啊，如果我们不再执着，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假的。永嘉大师说得很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呐。那见思烦恼放下之后，就像一个人在梦中醒过来了，梦境没有了，不是真的。你在这个里面计较错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四圣法界。啊，十法界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一醒过来是这个境界。啊，轮回没有了。啊，四圣法界还是在梦中，还不是真的。啊，在这个里面。把分别放下啊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分别也没有了啊，他境界向上提升，分别了没有了，在四圣法界里头，他的地位是菩萨，是佛啊，他不是声闻缘觉，声闻缘觉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啊，分别断了的时候，他就提升到菩萨，提升到佛。啊，菩萨没有分别了，有分别习气。分别习气断掉之后，他就十法界里面的佛了。啊，分别习气没有了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就是无始无明烦恼。啊，如果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那现在是什么境界呢？叫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。叫一真，是对十法界说的，因为十法界里头是无常，所有一切现象刹那生灭。啊，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念，那个念头生灭，叫无常啊！啊，一真法界里没有这个现象，一真法界是真常。永远没有改变啊！里面住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啊，树木花草没有生住一灭，山河大地没有沉住海空啊，所以叫它做一真法界。啊，它不没有变化了。啊，人在那个世界里面，寿命很长。啊，经常常常讲无量寿。啊，祖师大德给我们解释，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，不是真无量。啊，但是说真无量也能讲得通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从无量的有量的无量啊，他直接通到无量的无量，啊，他是通的，当中没有界限，所以说无量的无量也能对，也是也对，也没讲错。啊，为什么说有量的无量呢？他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。
怎么形成的？啊，这个十报土怎么形成的？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无始无明真的断了，没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习气还在呀，习气不好断呐。啊，那个断习气没有方法，只有随他去。时间久了，慢慢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。啊，真的没有了。习气没有了，断干净了，十报土就没有了。啊，十报土没有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常寂光净土，常寂光现象。啊，所以常寂光跟十报土是连起来的。啊，现不现？就是习气，有习气，他就现是报土，现报土；没有习气，报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学放下。啊，我得不这么一点点小便宜？就是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的，而且第一天见面，他就教我，啊，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这么一个方法，很简单。啊，你看破一分，你能放下一分。你能放下一分，你又多看破一分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！啊，看破是明了，对事实真相啊，逐渐明白了；放下是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淘汰尽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。啊，大乘教常讲的法喜充满了，常生欢喜心，真的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啊，人生最高享受啊，不是地位高，也不是发大财，啊，与富贵毫不相干。啊，是欢喜，智慧开了，一切法通通明了。啊，这是佛法所求的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一句话：“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实相。”你明白了，通达了。啊，这叫佛。啊，众生一念不觉迷了，这一迷之后啊，哎呀，是越迷越深了。啊，无始界到今天呢，这是迷到底了。啊，迷到底怎么样呢？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深。一身的毛病，这业报啊，居住的环境，山河大地都出了事情。啊，树木花草，五谷杂粮不养人了。从前五谷杂粮养人了，现在五谷杂粮害人。为什么？人用化肥，用农药去种植。所以五谷杂粮也就变成化肥，变成农药。这个东西吃了会得病啊。啊，水源被污染了，因为土地被污染了，这水源也污染了，水就不干净了，吃了也要中毒。
啊，这种灾害是人为的灾害还是自然灾害呢？啊，一般很多人都说自然灾害，我不承认。自然是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健康的。我们今天破坏大自然呐，破坏地球啊，人为的灾难啊，地震、海啸、火山爆发。没有一样不是人为的啊！佛经上讲了五个字：灾难啊，灾难根源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五个字叫五毒啊！啊，贪婪所感得的水灾。嗔恚感得的火灾，愚痴所感得的是风灾，傲慢感得的是地震，怀疑所感得的更可怕。大地松散了，啊，山会倒下来，啊，陆地会沉到海底，疑呀。啊，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呢，这个怀疑让我们免疫的能力丧失掉了，啊，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，你没有抵抗力了，你看多可怕！啊，那么这些话谁相信呢？古人都相信，现在人不相信，现在人说这是迷信。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。啊，科学是你拿证据来。佛拿证据来了，对你自己的证据，就是你身上很多疾病。这是证据啊！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啊，这一两年来灾变太严重了。从前没人谈啊，没人提啊。啊，我是最近这一个多星期，有个同学很难得，把3月份、4月份、5月3个月。全世界重大的一些灾变，啊，新闻的标题，啊，内容没有告诉我，就是标题，多少过了200多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啊，3个月200多，平均每一天的时候有2次以上。你说多可怕！3个月，不是很长的时间了。啊，往后呢？看这个去向，往后可能更多。再问你说，这看的你对这五个字相不相信？这证据已经摆在面前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东京江本胜博士他相信，他做了十几年的水实验。啊，我们也是老朋友。啊，现代的科学家相信，量子力学家，啊，他们知道，人的思想、起心动念。会影响树木花草，会影响山河大地。啊，所以美国
布莱登先生说，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方法啊，他说了，他讲了三句话。第一，弃恶扬善啊，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。第二呢，改邪归正。第三个，端正心念，心里头这五个字不能有，你的心就端正了。啊，他说，不但呢可以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，还会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走向。啊，他说的这个话，我相信啊。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个道理。那么现在问题，地球上的居民能不能回头呢？啊，能不能断恶向善呢？能不能改邪归正？能不能端正心念？这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啊，我们相信一些佛教徒会依教奉行。佛教徒的徒里面，当然还有一部分对这种事情是半信半疑，啊，他不会回头。啊，不会回头，那灾难事情会发生啊！啊，这两年人当中啊，很多人问我，灾难来了，问我哪个地方没有灾难？啊，大家都想去避难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你心里头没有灾难，就灾难就没有了；心里头有灾难，逃不掉，躲不过。啊，灾难来了，该留的留下，该去的他就去了。啊，该留的灾难在你面前，你也会平安度过，没事。啊，该去的，你躲不过啊，你逃不了啊。啊，什么人该留，什么人不该留，那就布莱登先生讲的，我赞成他。啊，弃恶扬善的人留，改邪归正的人留，端正心念的人留，反过来的都不留了，都该走了。啊，我们要不要去找个避难的地方？不需要。你的心好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。你的心不好，你找到哪里去都不好。道理要明白了。啊，世出世间法最好的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是念阿弥陀佛，读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好事。我们要相信啊，当信佛经于身呐、啊。啊，那我们不相信的话，这灾难就恐怕不能避免了。真正相信就没事啊。啊，学佛人都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共业有别业，我们如大众有这个共业，灾难当中虽然去了，去处不同啊。念佛的人他去极乐世界去了，好事啊，比这个世界好太多了，不是坏事啊。
那么不念佛的人，他的去处就随他的心境。他心地善良，天道去了。人道去了。他心地不善，那是恶鬼畜生地狱是三恶道去了，去处不一样。但是都是好事。到恶道里面去了，消业障啊！你造的那些业障，你不在恶道，到哪里去消啊？你修的那么多好事，你得享福，所以到天上人间呢，那是消福报；到三途呢，是消罪业，全是好事，通通消完了，你的心清净心现前了，真心现前了，你就相信佛经与神。你就有条件回归自信了，成佛成菩萨有你的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中国老祖宗告诉人，本心本善。三字经是古时候小朋友念的，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。这跟大乘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讲的话是一个意思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就是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跟人心本善是一个意思。那个善就是你本来是佛。所以这个里面的信这个字是指出世法，不是指世间法。出世间法这个性很难生为什么我要相信？现在的社会，在中国，在日本，甚至于在全世界，一般大众对于宗教认知都是负面的，说他迷信的人多。特别是年轻人。我去年访问罗马，访问梵蒂冈，跟教皇见了面，跟他们的主教团交流2天的时间，我们听到陶然主教的报告。天主教是有组织的，不像佛教，佛教是一盘散沙。他告诉我们，最近这个10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些信徒逐渐在下降，就是一年比一年少。所以他们很忧虑，像这样下去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这世界上宗教没人相信了。这个问题很严肃啊！我当时提出我的看法，给大家做参考。我说我们想想，最初
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摩西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，他们传教也相当的艰难呐。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信徒年年上升，年年增加了？而且传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对全世界产生的这么大的影响，那是为什么？这值得我们反省的。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些问题？我说据我的看法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大圣大贤呐，他们都是社会教育家了。如果不是讲经教学，哪来的信众啊？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，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耶稣教学3年是被人害了，摩西也有20多年了。我的结论是，宗教教育重要啊。中国人把外国这些词汇翻译成宗教，这个宗教是第一个是日本人翻的，中国人接受了，那宗教这两个词在中文的是什么意思？宗有主要的意思，重要的意思，尊崇的意思，尊贵崇高啊，教是教育，教学教化，宗教合起来，那就是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这个地位多高啊！所以这种号召，尤其是他们这些创教的人。他不但能说，他做到啊！他所讲的，自己全做到了。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人民幸福美满，谁不欢喜？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把教育丢了，多搞祈祷，搞形式，祈祷有没有作用呢？是有作用，不能说没有作用，尤其集体祈祷，比如一个灾难来了，我们祈祷灾难化解了，可是人民不相信，人民说你在打妄语，你在骗人，本来就没有灾难，你胡造谣言。这是真的，所以我在梵蒂冈我就建议，全世界每一个宗教要恢复教学，经典上东西都是好东西啊，特别是关于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要把这个教育这三种教育是普遍来推动，变成普世的教育，一般人都应该来学习，社会动乱就化解了，地球上灾变自然就消失了，它管用，它不是不管用啊。如果说依旧还搞这些祈祷，不再搞教育了，宗教走上灭亡，
没人相信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学校里读书嘛，老师教的嘛，宗教是迷信嘛。啊，所以这个观念，错误观念呢很深，对任何宗教都不愿意去接触。那你怎么能了解宗教是什么？啊，年轻时候我喜欢哲学，啊，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，啊，就没有想到，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最后一个单元居然是佛经哲学，啊！我当时很疑惑，向老师请教，我说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是宗教里面的低级宗教。怎么了？佛教是多神教，啊，多神教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崇拜一个神。啊，一个真神，佛教你看什么都拜。啊，他怎么说的？这是哲学。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年轻，你不懂得。啊，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把我的观念转变过来了。啊，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啊，人云亦云呐，道听途说啊，那这是我们自己错了，没有认真去研究。啊，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门课程。啊，这门课程讲完之后，老师告诉我。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庙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。他要不说这句话，我们跟寺院出家人一接触，觉得不对，这老师的话有问题，就会产生怀疑啊。所以他把话讲清楚了，他说过去的出家人真正是有道德有学问。为什么？他真修，他真研究。现在出家人他把这个放弃了，他不研究了啊。所以你要研究佛经哲学，要从经典下手，这个指导的门路啊，绝对正确啊。所以以后我逛寺庙专门找寺庙的藏经啊，在寺庙藏经楼图书馆借书啊，像大藏经这个丛书借不出来的，它不外借啊，我们就找空时间去抄经啊。我初学的时候还抄了十几部啊，这些年印刷术发达，印的品质又好，价格低廉啊。50年前人享受不到啊，50年前要抄啊，要抄写，现在人有福啊，啊，这样的便利，但是现在人不好学。现在人纵然好学，不得其门而入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世出世间的圣学，要用沉静心去学，你才能得到。如果不沉不静，你学不到。孔子来教也没用处，释迦牟尼佛来教
你也教不会。为什么？没有沉浸心。啊，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啊。啊，这个心理的上是就是把圣学完全拒绝了。啊，而且现在年轻人很自负。啊，完全偏向于科学。崇拜科学。啊，用出这个科学的怀疑的态度，批判的态度来对圣人，那你怎么能学到东西？啊，这是圣教往下传递最大的一个难关啊，而且这个难关太普遍。啊，所以续佛慧命的人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人，要怎么培养？这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。啊，每一个国家族群，传统文化能不能延续？每一个宗教能不能长存在这个世界，关键在此地啊。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提倡啊三个根的教育。啊，不能看得太浅显的，这三个根太重要。啊，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《十三业道》，这三个东西都是小品。啊，《弟子规》1080个字，啊，《感应篇》也不过1600-700个字，啊，《十三业道》稍微长一点。不超过20000字，这是根呐、啊。这个东西不是背的，不是讲的，是要落实到生活。啊，我们能够生活在三个根里头，那就是生活在圣贤教诲之中。啊，敬业三福，你才真正能落实啊！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啊，《弟子规》，慈心不杀，《感应篇》，后面修十善业，啊，没有这三个根，同宗同教，邪密圆融都不能完成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能结不能行。修无法思想的不是真智慧呀。啊，我把它改了两个字。能说不能行。他说不是真智慧。我说没有真智慧。那是学术啊。啊，不是圣学。他所学到的是知识，他不是智慧。啊，知识他有局限。而且呢，它有很多的后遗症，智慧没有啊，智慧是圆融的，智慧没有后遗症呐、啊。啊，所以佛经字字句句是智慧啊。
啊，念老在这个注解里给我们标榜的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从头到尾讲的三个真实：真实之己、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，字字句句都是不一样啊！啊，你要用真诚心，万分真诚，你得万分利益。当年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方丈时，啊，这半夜三更祖师召见，跟他讲经案件。慧能不认识字，绝对不会有经本。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彻大悟。后头呢，不要讲了。全明白了，就通了，怎么回事情？慧能大师是万分诚敬，他在这两个小时得的利益是万分利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不诚不敬呢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啊，不是孔孟不教你，不是释迦不教你，是没有办法。教你，你吸收不进去。啊，你听了之后，经过你的过滤变质了。啊，开经偈上说：“愿解如来真实意。”这一句话谈何容易啊！啊，像慧能那样，那是愿解如来真实意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感觉到最难的诚敬没有了。啊，诚敬为什么没有了？爱心没有了。什么爱心？不自爱呀。啊，不知道自爱怎么能爱别人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所以对父母没有情爱。啊，对父母那个爱都没有了，对其他的人就不必说了。啊，如何帮助下一代建立爱心？啊，建立爱心是伦理的教育。啊，父子有亲，如何把这个题目做好？啊，我们这么多年讲的太多了，中国传统的文化发源起源呢，就是在这一句啊，父子有亲呐。中国文化是将这一句扩大了啊，你爱父母，爱兄弟，爱你的家族，爱邻里乡党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人类，慢慢扩大。中国传统是爱的教育啊！凡是人皆需爱啊！那佛的教育比这个更大啊！不但凡是人皆需爱，一切众生皆需爱。山河大地也有爱啊，树木花草没有一样东西没有爱心在里头啊。变法界虚空界是个大圆满的慈悲啊，叫大慈大悲啊。啊，慈悲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爱啊。为什么佛用慈悲不用爱？因为爱里头有情执，那是毛病啊！爱里面只有智慧，没有情执，就叫慈悲
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都没有。这个爱心叫慈悲，慈悲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是性德了，人人都有啊。现在慈悲心发不出来，是因为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了。如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断了，这个心自然升起了，没有条件的。觉悟的人跟没觉悟的人不一样啊！觉悟的人他能做到啊！现在在现前这个社会做到不容易啊！为什么呢？他对你怀疑。你对他好，他就想你为什么对我好？你有什么企图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想方设法来防备你，没有信心嘛？首先对自己不相信，对任何人都不相信。可是觉悟了，我们有一点小小觉悟。也就有一点小小的明白，要不要放人？不需要。他回报我，我感恩他；他陷害我，我感谢他。那是为什么？他替我消业障啊！他来考试我了，看看我功夫到不到家了。无故嫁给我，我能不能忍受？我能忍受，勉强及格。为什么？你还有个人。人都没有了。非常欢喜接受，而且是感恩，大概可以能达到八九十分了。我们每一天修集功德都给他回向了。念念存报恩想。你这里心多欢喜，多快乐！情执断掉了，恩怨没有了，心恢复到清净，恢复到正常，这个快乐无比呀！孔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个乐你得到没有？你要得到了，你就晓得孔子一天到晚快乐，他快乐什么？你就明白了。佛菩萨常生欢喜心。那个常生欢喜心从哪来？你也明白了。没有不欢喜的事情啊，没有不快乐的事情。人家来杀我，我都快乐，我都感恩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把我杀掉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送我到极乐世界，我怎么不感恩呢？我回头给他顶礼啊！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是假的。所以这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。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。连一真法界都不是真正的真的，常寂光是真的。常寂光里面，我常讲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。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。所以方东美先生才说，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要怎样才能达到呢？那还是佛经上的话，为正方得。怎么正法呢？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正得。科学家研究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所以他研究的是知识，他不是智慧。
放下他所得到的是智慧，不是知识，那很管用。啊，这些大道理我们要搞清楚，信才能生起来，否则的话，信心生不起来呀。啊，我们现在首先相信老祖宗说的“人性本善”，世间有没有恶人？没有。他做极坏的事情，他还是善人。啊，他为什么做那么多坏事？他一时糊涂，迷失了本性。他认识这个，在佛法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福，干尽坏事，做无逆是失恶，他本来是福。你从这里看，你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本来是佛，为什么干这个？糊涂佛，那一时糊涂嘛。啊，迷失了佛性嘛，他才干这个事情嘛。啊，他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不会，不可能呐。所以，事出世间法都着重在教育啊。啊，世间法，学记里面所说的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。啊，那么佛陀教化众生，不用教学，他用什么？我们去想啊，啊，出世间法也是教学为先呐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，30岁开悟之后就教学，到79岁圆寂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，没有一天空过，啊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现在迷失了方向，走错路了，啊，用这个方法把大家再拉回来，啊，帮助他们走向正道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企图啊，没有目的呀、啊，怎么帮人好呀？帮助他好啊，啊，帮助他回归到佛位呀、啊！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没有别的目的啊，帮助你恢复到圣贤，你本来是圣贤。啊，你成圣成贤了，他不鞠躬，为什么？他有什么功劳？没功劳，你本来是圣贤嘛。啊，我有什么功劳啊？啊，众生。帮助你成佛，你本来是佛啊，所以佛菩萨不鞠躬啊！啊，你本来不是佛，我帮助佛，哎，我帮你的忙了，哎、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他成佛了，他自己成的啊，道理搞清楚啊，这真快乐，真无比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与诸法的实体，实体是自性，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真实本之际。啊，真实之际是真如自性，名称很多，大乘经里面至少有70-80个名词。啊，那佛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？叫你不要执着，用意在此地。啊，只要说的这一桩事情，随便用名词都可以。啊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名字是假的。啊，这是佛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。啊，因为自信它没有三种现象，所以科学哲学达不到，哲学是用思考，就第六意识
啊，第六意识能够圆到阿赖耶，圆不到自性。那么科学用前六识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连意都圆不到，眼耳鼻舌身更不必说了。啊，再精密的仪器也探测不出来。啊，佛家讲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性。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是变法界、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来源。贤首大师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里面讲得非常详细啊，讲绝了。啊，所以这是讲体，啊，诸法之实体本体，三宝之净德，这是讲的相。佛家讲体相用，三宝之净德是相啊。事出世间法的善根是作用啊，体相作用。啊，身为心要，你真的能相信？啊，这个真的能相信？换句话就是，绝不是假的。啊，信心怎么生的？啊，我在最初，因为我对方老师信任。啊，老师有智慧，老师绝不欺骗我。啊，他说佛好，啊，是出世间最好的一门学问。啊，我相信他接受了，这就是老师做保证，我们讲人格保证。啊，你相信老师。啊，那就认真学习啊！啊，告诉我佛法，佛经哲学在经典里面，啊，所以就大乘经典，这个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是他介绍给我的。啊，我跟这部经也特别有缘分，啊，展开之后无量的欢喜。啊，他介绍我的是清凉大师的素钞。可是那个时候自己看真看不懂啊，确实佛经于身呐，啊，可是不敢轻视，知道自己浅薄，啊，以后我把工作辞掉了，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的。啊，他老人家劝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了。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我跟台中李炳南老师，啊，这个在家的居士，跟他学经教，我跟他10年。啊，10年才真的相信。啊，你看，在最初10年，勉强的相信啊，啊，是相信老师不欺骗我了。10年大乘经教的熏修，知道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对老师，越来越感恩。
啊，你看我过出讲堂，我老师照片在我对面。啊，天天向老师汇报，感恩呐！不是这些老师，我入不了佛门呐，我得不到佛法真实利益了。啊，越到年老，感恩的心与时俱长啊，那不是退也，是往上提升。啊，这个老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！啊，这条路走对了，方向目标正确。啊，方老师最初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高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？学了60年，知道了，真高啊！啊，高到什么程度？运亲不但是平等，没有了，运亲没有了，那平等还有啊？没有了，啊，确确实实很接近，啊，心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，身。给万事万物融成一体啊，真正体会到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啊，一点都不错啊！为什么？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啊，《华严观》上所讲。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就是此地讲的诸法之实体。你知道是一体的，你的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你的疑虑、你的分别、你的执着，全都没有。啊，你观察这个宇宙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一点都不含糊啊！啊，所以世间善根，三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再加上一个不傲慢、不怀疑，五善根，后面这两个应当要加进去。这五种善根呐、啊，因为那个疑很重要啊。我们有怀疑，你就很困难，你入这个圣教太难了。啊，我还是很幸运的，10年跟着老师，没有离开老师。啊，在老师麾下的时候，啊，每一天学习经教。啊，才把我们那个疑根拔掉，真相性了。啊，不是这种功夫啊，我自己经历过的，我知道非常非常简单。啊，不可能不怀疑的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，啊，没有见性的人哪有不怀疑的道理？啊，所以经教。不能一天离开讲台，不能一天离开啊！这个方法不是对我学习有效啊！啊，也就是如何把妄念减少啊？我们是一般讲。知识分子啊，知识分子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？上台去讲，天天讲，别间断。
年年讲，讲一辈子，到最后不明白的全讲明白了。年轻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全解决了。所以我们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方法好啊，就是天天讲啊，他做样子给你看啊。实际上他老人家早就成佛了，到这儿是表演的。八相成道是表演的，梵文经上讲，这一次来表演是第8000次了。那说这不是一个好榜样，他何必用这个方法呢？所以这种方法对知识分子最有效了，喜欢广学多闻的人特别有效。但是广学多闻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定要一门深入。为什么？一门深入，你才能见性，你才能得定。才能开悟，广学多闻是障碍，那什么所知障，烦恼障纵然放下了，你所知障没放下，你开不了悟，你所学的知识不是智慧，必须得放下，这是世尊也表演了，你看他19岁离开家庭。出去参学，放下烦恼障。他把王位的继承权放弃了，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放下了，得放下烦恼障啊！出去参学12年，广学多闻呐。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，他都学过。所有的学派他也都学过，12年的时间，广学多闻，菩提树下把这个也放下了，放下了所知障，放下了，所以他才大彻大悟。他如果这个东西不放下的话，他开不了悟啊。你看他表演的，19岁放下烦恼障，30岁放下所知障，2章没有了，这是才彻悟啊！得三昧，三昧是清净心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再向上提升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样子做出来了。我们得会看，要把它看懂，那我们就如法炮制，照这个样子来学。才有办法，学了一大堆不能放下，糟了。你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现在世界的佛学的学者，佛学家，就搞这个名堂去了。把佛法通通变成世界法，你没有办法。像那个真正遵守佛菩萨教诲的人，他们得定，他们开悟，开悟之后能够把世间法转变成佛法，这个高啊！世出世间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他们都转过来了，转不过来。你是学者，你是专家，你是博士，你是教授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全部是佛法，都是世间知识啊！世间知识不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，我这个都是通过实验的。我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10几次，与会的都是专家学者，解决不了问题
我在岗山开过两次会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，在岗山主办的，我参加过两次，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很喜欢。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会议，在这边跟岗山县长见面，也很巧，这个日本外交部的副部长，有次长，正好也碰到了，了解这边的一般情况。所以这边同学要我来，我不能不来啊！我们过去有缘呢。身为信仰，不但信，欢喜，这个药是欢喜啊！实心诚信，心地清净。没有染污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烦恼的染污，没有知见的染污，就是所知障的染污，这叫心。这个心多难啊！这个信心生起来是什么果位？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圆教初住”，这个人离开了十法界了。他住的是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，这信心这真的不是凡夫了。下面我们再看念老引用唯识论的话，唯识论云：云何为信？于识德能圣人要欲，心经为信。这个是唯识学家了，一般都是这个讲法。这个讲法也很好。识德呢，就是前面讲的，你看实体，诸法实体，见德善根。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体相用。宇宙万法的体，这是实，真实不虚。真实是永恒不变，是自性，是真性。慧能大师开悟，向任和尚提出的报告，五句话了，这五句话就是实德能。第一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这太见到了。那是真的，我们的清净心在不在？我们不知道，慧能大师看到了。我们的真心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染污。那我们常讲染污什么？染污意，莫那染污。莫那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从来没染污。何其自性啊，本不生灭。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。这是自己这两句是从体上讲的。就是讲的实啊，真实啊。第三句讲的是德。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他虽然什么都没有。刚才讲用科学家的话来说。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它什么也不是，但是它能够现三种现象，
这是他的德。虽然现三种现象，你不能说这三种现象是真有。那这佛法用什么？用妙，用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啊，自性能现呢、啊？啊，所以自性不能说它无，也不能说它有。那么现出的现象是法界一真庄严摆在我面前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无。有什么相有？无是什么？性里头没有，自性里头没有。啊，现象里头有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。比喻啊，用梦讲的最多，啊，梦幻啊，泡影啊，啊，梦，你说它是有还是说它无？啊，做梦人都有，在梦中呢是有啊，可是醒过来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六道，六道是个梦啊，梦中之梦。啊，六道的梦醒过来了，是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醒过来了。才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还是个梦。三大阿僧祇劫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，一真法界不见了。啊，虽不见了，我们想到回归到常寂光，啊，常寂光就是自性。啊，它起不起作用呢？起作用。啊，常寂光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一切众生，有缘的众生有感，你自然有因。啊，有因，它就现象啊。啊，感是有心的，也有无心的，但是因呢，决定没有心。啊，没有说要起心动念呢、啊，这个人有难呢、啊，我要去帮助他了，那是凡夫。啊，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自然就应。啊，佛在经上举了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很有味道，我们细心去玩味。啊，佛比喻敲鼓。啊，敲鼓的人有心呢、啊，我敲重啊，敲轻呢、啊，敲几下了有心呢、啊。鼓的反应响的时候没有心，他没有响的时候，哦，你敲重一点，我要声音大一点，他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种自然的一个反应。啊，所以连自然这个意思念头都不能有。啊，那是自性的反应。啊，一真法界的菩萨，啊，这些烦恼习气还没有断的，他起个念头要有感的话，佛就现在一真法界，就现在他那个地方。啊，十法界里面众生有感，他就现在十法界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他绝对没有通过思考。没有想的是我要怎么样？谁想呢？众生想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讲的话好啊：“随众生心，应所之量啊。”众生感他有心呐、啊，佛是自然去应。啊，你想菩萨，他就现菩萨。啊，你想罗汉，他就现罗汉。啊，你想什么，他就现什么。啊，绝对他没有，不会有起心动念啊！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！这是信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个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体相其用，
啊，能就是其有。啊，你看第五句，慧能大师讲的这个第四句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啊，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。啊，真心本来是定，从来没动摇过。后头末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就是识得能的能，他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，你要记住，只有不动心才能生万法，心一动了就不行，你就生不了了。啊，如如不动啊，能生万法了，动就不行。啊，所以对这个，啊，体相用，自信的体相用，圣人，这个人当承认讲，肯定讲，啊，深深的肯定，一点都不怀疑，欢喜，啊，于是什么？我也想求真的，啊，我也希望入这个境界，啊，心经。微心啊，体心是自性清净啊，净到什么程度呢？净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真净啊。这就是大乘教里面一般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就到这个境界啊，这相宗说的。又大乘义章云：“与三宝等尽心不疑运行。”啊，话说的很简单呐，真难呐，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啊，你给现在年轻人，他能相信吗？啊，实实在在讲。我觉得年轻人相信的人有，不是没有，没有人给他讲清楚。啊，三宝是什么？佛是什么？法是什么？僧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看看六祖坛经，能大师讲的三宝，就跟一般人讲的不一样。那能大师为什么要换句话来讲？他不讲佛法僧，他讲觉真经。那他为什么这样讲法？让我们想到，在当年那个社会，可能就有人对佛法僧有怀疑了。啊，要不然用不着用觉真经来解释啊。啊，佛法到中国来，到慧能大师那个时代大概七八百年，所以法传久了，越传越魔了，啊，就会让人产生许多错误的知见，所以他必须要把它纠正过来。啊，他传三皈依，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啊，然后再加以解释，佛者。觉也，法者真也，僧者净也，他这样解释。啊，什么是佛呢？自性觉是佛，自性正是法，自性清净是僧。啊，真正三皈是要皈依自性三宝。你的修行才有依靠啊！啊，依靠外面的靠不住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讲清楚、讲明白才行啊！你要不讲清楚、不讲明白，人家听的是迷信。啊，皈依佛不是释迦牟尼佛，
也不是阿弥陀佛，自信佛。啊，自信释迦，自信弥陀，这就可以了。啊，释迦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梵语音译过来的。释迦是能忍，我们对待一切众生，能够用仁慈的心，这就叫释迦。那我自信里头有仁慈啊。啊，我用自信的仁慈来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叫释迦了。啊，所以懂得意思一解释，哦，释迦原来不是外人，是自己。啊，摩尼是清净的意思。啊，经常翻作寂灭了，就是清净了。啊，摩尼是对自己，对自己要清净的。对别人要仁慈啊！你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大家知道了，就不是迷信了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要供这个释迦牟尼佛像呢？提醒我们，这不是偶像崇拜，啊，是提醒，而且我们对他感恩，啊，有知恩报恩。他时时刻刻提醒我，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想到仁慈寂灭，啊，看到阿弥陀佛就想到无量光寿。无量光寿是光是智慧，寿是福报。那人不都是求福求慧吗？阿弥陀佛代表无量的福报，无量的智慧。啊，我们的方向目标不能搞错啊！啊，我们要求究竟圆满的福报，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啊，究竟圆满的福报智慧在哪里？在无量寿经里头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日本的净土宗对无量寿经的研究超过中国太多太多。啊，中国古代对《无量寿经》研究注解的只有两个法师，在日本有20多个。啊，所以希望，啊，这个冈山这个道场同学，我们大家努力，把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啊。把它重新整理，印成一套书。啊，日本净宗啊，对《无量寿经》的学习，啊，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净土宗都做出了贡献，好事情啊！啊，佛法决定要走回教育。啊，否则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实现那就白费了。啊，他是教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工作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都在他一生表演之中啊。啊，佛法里称之为。八相成道，啊，那八是八个阶段，八个题目。啊，对自己来讲，如何让自己尽心不疑？自己不疑，才能够帮助别人断疑生信。啊，自己要有怀疑，就做不到了。又据舍论云：“信者，令心沉静。沉
是比喻，用清水比喻，这个水没有染污，没有波浪，我们在岗山这个地区，溪水很多，很干净，但是它是流动的，虽然是流动的，波浪不大。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观，通通倒映在里面，还是能看得很清楚。心要像沉水一样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没有杂染，没有怀疑，这个心叫信心。经文佛经，并信经于甚深，这个一定要相信。能够弃如呢，一定要沉静。这两个字不能没有，心浮气躁，带着有丝毫的傲慢，那都是障碍。他不障碍别人，也不障碍佛法，障碍自己，不能够悟入。必须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淘汰干净了，你就完全弃入了。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帮你忙的。佛菩萨只能把事实真相道理讲清楚，功夫你自己做。大论也，这大论是大智度，性为能如。这个心是真心，沉静的信心，能入入佛境界，能入自性，自性里头的实德能，我们现在讲本体现象。作用你真正能够悟入啊，你可以得到啊。故能从人尘而直去大乘圆满念佛求生也，这是一个无比殊胜的法门，而且是人人可以成就的法门，这不可思议。你用别的方法，确实，你真的有好运呢。遇到善友、善知识，遇到修学的环境，遇到很好的因缘，在这个顺境逆境呢，没有被迷失，没有犯错误，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！顺境善缘不起贪念，逆境恶缘不生嗔恚，都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要不是深入大乘，天天在讲学。你的印象深刻了，境界现前马上提起来，管用了，就不至于迷失，所以是很不容易，那要一从念佛法门呢，那就真叫大开方便之门了，大乘
圆满，圆满究竟的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前面讲的理，啊，体相作用不明了都没有关系，只要相信念佛能够成佛，就相信这一句话，你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一定成佛。啊，什么都不懂都行，都能成就。啊，这个是完全靠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。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我，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建立这个信心呢，这一部经就要多念。那为什么越念越清楚，越念越明白，越念呢，疑惑慢慢就断掉了，信心就现前了。所以这是无上方便的法门。真正难得了，末法九千年，九千年中，当真正能够得度、脱离六道轮回的，就靠这部经，就靠这个法门。我听说有人在批评我，说我专门提倡净土，不弘扬其他法门，拿这些话来责备我。你们同学听到之后，要是有人这么说，你就告诉他，我什么法门都提倡，我连外教都提倡。你看我最近这十几年来，跟全世界不同的宗教变成一家了。哪些方面都提倡，他们完全不了解，现在在国内，在国外，其他法门的根性的人没有了，找不到人修啊！你说禅，谁来参禅？密，谁来修密？那么真正修禅、修密、修华严、修天台、修法相的，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呀！极乐世界各个宗派都有啊。那谁主持呢？诸佛如来主持，总主持是阿弥陀佛。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在修啊，到极乐世界在修不迟啊。先到极乐世界，那是佛教大学、宗教大学，什么教都有。所以我是戒引大家的时候，到极乐世界去参加宗教大学的学习。你学一门能成就，你学多门能成就。为什么？你寿命无量，有的是时间。不像这个地方时间寿命很短促啊，一门都学不好，寿命到了来不及了。但念佛法门可以，为什么？它很快，一般来讲三年时间足够了。修得西方净土，这是净土圣贤录有例子，往生传里头有例子，还有我们现前很多修念佛的同学，真正关上门来念三年佛，果然成就。欲知实知，佛来接引的，自在往生啊！就是一切放下，一部无量寿经，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，他就成就。
啊，真简单、容易、稳当、可靠、快速、成功又高。啊，所以相信这个法门，取这个法门是无上智慧啊，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普通人他不相信这个。啊，大善根、大福德的人采取这个法门。啊，从凡夫地直接提升到大乘，提升到圆教。底下接着这一句，佛性因果不虚，故性作善得福，而精进向善。啊，这句话要记住，全心全力的做好事。什么好事？什么是好事？利益众生，舍己为人是好事啊！啊，最大的好事，就是把佛的教诲落实在自己生活，落实在自己工作，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让大家看到你的、见到你的、接触到你的、听到你的，都欢喜向你学习，你就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了。啊，头一个把你家人得度了。啊，今天你学佛，你家里人为什么反对啊？你做得不好啊，你让他们感觉到讨厌啊。你如果做得很好的话，家人都欢喜，哎呀，学佛真不错啊，我都跟你学啊，你不就度了一家人了啊？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家人没有过失，好好反省，一定自己做得不好啊，他才会反对。那社会大众对我们起误会，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，他们没有错误。啊，从自己本身做起，啊，这是真正学佛。啊，如果说是处处叫别人学佛，自己没有做到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那当然引起别人反感。啊，就精进向善，奉持如是等法，指上述的上面讲的这一切善法，无得亏失。啊，不能亏欠。啊，亏失是减损。啊，减是亏，损是失。啊，要认真去做。啊，念佛的方法确实印光大师一生所行的方法很有效果，啊，很能够实行，啊，值得学习。啊，以上数据经文，从当信到窥视这一段，表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也。幕后这句话说得好啊，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啊，记住了，认真去做啊，我们所说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你就不亏不失。我们从人道提升到极乐世界一乘道，一乘是成佛之道，在菩萨之上啊，啊，超越了大乘啊，人人都可以做到啊，所以经不能不读，理事不能不明了啊，不明了，我们的信心生不起来，我们这个缘分当面错过，这叫真可惜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